南投的国际沙雕艺术节25号就登场了，结合国内外专业的沙雕师，用重达2014公吨的沙，共同创作了1公里长的巨大沙城，还会结合南投的台湾灯会，配上 3D 立体光雕跟互动 3D 动画，打造沙雕灯曲。梅花鹿、台湾猕猴，还有胸前深 V 正字标记的台湾黑熊，连现在稳坐盟主宝座的猫熊宝宝圆仔和妈妈圆圆，都成为沙雕作品，看起来栩栩如生。2014南投国际沙雕艺术节在春节档期登场，主办单位特别用2014公吨的猫罗西沙，筑起长达1公里的巨大沙城，梦幻流域，还集结台湾、大陆、日本29位沙雕师，创作了34座沙雕巨作，不止白天可以欣赏，晚上也很有看头。最炫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梦想方舟的结合 3D 动画跟沙雕电影这部分，因为在夜晚的时候白天看可能是沙雕，那晚上看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互动可以互动的一个3D 动画。沙雕艺术节还结合马耀南投台湾灯会推出 3D 光雕，化身沙雕灯区，游客从白天看到日落，让沙雕在黑夜也可以很缤纷。联合报纪文理南投报道。